接下来几个国际焦点，赶快带您来看。美国前总统川普跑去自首了。原来呢，他是遭到乔治亚州起诉，罪名是有关于他推翻2020年大选的结果。那你看啊，他不但去自首，还拍了一张大头照。据了解呢，他抵达监狱待了不过20分钟，就火速因为交保而离开。他的交保金额呢，大概是20万美元，合台币640万。不过他不认为这堆指控，包括这个敲诈勒索啦、虚假陈述啊，他通通不同意。那交保之后，他也回到了机场，马上离开。